你小子翅膀长硬了，长本事了啊！学会给赖叔玩下套了啊！我本来还想给你留点情面，现在看来不必了。哎，喂，朱莉，打电话报警，把我办公桌左手边抽屉里的文件交给警方。嘿，你还敢报警？我跟你拼了！手机该狠的。美女救英雄，英雄报恩的机会来了！小龙总，别怕，有我。 老总，住院手续已经办理好了，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我安排的吗？没什么事了，你先回去忙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